要说生前死后反差最大的人，莫过于江南四大才子之首的唐伯虎。唐伯虎呀，我们在好多影视作品里都看过，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前面有八个老婆，后边呀他又点了秋香，真是人生的好事呢给他占尽了。而实际上的唐伯虎呢，真是完全相反的。他这一生啊，穷困潦倒，郁郁而终。让他想不到的是，死后倒是身价暴涨了，几百年后呢，今天他的一幅画被拍卖到了30多个亿，真是时也，运也，命也。想当年唐伯虎出生于官宦世家，三代以上都是地方的大员，但是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啊，却是家道中落，在当地开了一家小酒馆。唐伯虎呢，从小聪明伶俐，过目不忘，16岁的时候呀，就考上了秀才，而且还是第1名，当时成绩很好。可以说唐伯虎小小的年纪啊，就出尽了风头，一夜之间冒出了好多二大爷、三叔、六舅的，认识不认识的都往前凑。这唐伯虎呀，当时美得找不着北了，少年得志，目空一切，骄傲的看人呐，都用鼻孔去看，一般人根本入不了他的眼。老话说得好呀，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这话说的真的是一点都不假。像唐伯虎这种顺风顺水惯了又这么年轻，当时呀他栽跟头那是早晚的事儿。25岁这一年可以说是唐伯虎一生当中最为痛苦的一年，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倒霉事儿呀是接踵而来。先是老爸中风去世了，刚把老爸安葬了，老妈呀也因悲伤过度呢离开了人世，马上来安葬老妈。这一切刚弄完，还没缓过神来，他心爱的妹妹又去世了。唐伯虎当时真的是五内俱焚呀。等把妹妹的后事料理完毕之后呢，家里的积蓄呀也花得不剩分文了，人要是倒霉呀，真的是喝凉水都塞牙。更可怕的事情啊又来了，他的妻子呢也病死了，他抱着还在吃奶的孩子，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他当时借钱刚把妻子也葬完了，孩子呀又死了。就这一年的功夫，唐伯虎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心高气傲的唐伯虎呢，从此变得破罐子破摔，真的是过一天算一天吧。所以他开始夜夜买醉，看着他这么一天天的沉沦下去，好朋友啊都劝他了，说你爹做梦呢都想希望你啊出人头地，你每天这么麻醉自己破罐子破摔，你爹九泉之下能闭得上眼睛吗？这一句话彻底把他给激醒了。当时呀悲苦绝望的唐伯虎呢终于振作了起来，他擦干了眼泪开始准备应考。不得不说这唐伯虎他还真的是有真才实学的。第一次参加乡试的时候，主考官也看了卷之后呢拍拍大腿，当时直惊为天人，于是唐伯虎夺得了乡试榜首。当时呢他真的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呀，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未来一定是出人头地的人物，谁不得巴结呀，每晚就各种应酬，吃啊喝呀玩呀乐呀，风月场所进进出出。第二年全国的考生都进京赶考，他认识了一位同样也是来京赶考的富二代徐京。这徐京仰慕唐伯虎已经很久了，带着他这通逍遥快活呀，大家都觉得新科状元非他莫属。这次一到京城呢，好多达官贵人是排着队要见唐伯虎，这个也叫状元，那个也叫状元。唐伯虎呀觉得自己俨然就是新科状元了，这下完了，地球已经搁不下他了。而此时呀早就有人看他不顺眼了，唐伯虎呢此时此刻就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也的确呀这真是他的人生巅峰，从那以后就开始断崖式的下跌。科考对于他来说那真的是手拿把掐呀，志在必得。科考刚一结束，就有人状告唐伯虎徐经说买官卖官，科考作弊，而且奇怪的是徐经那份试卷的答案和他的是一模一样呀。一查主考官呢有泄题的嫌疑，这段时间唐伯虎徐经没少跟他喝花酒呀。皇上一听大怒呀，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搞这种徇私舞弊的事儿。主考官被
打下了大狱，他们两个呀被打的是皮开肉绽，罢黜为小吏。唐伯虎呢当时知道了这是他被人算计了，但是这个时候他跳进了黄河也洗不清了，本来呢要高官厚禄的，现在成了一名小吏了。那么在这个时候要去伺候那些原本他根本看不上眼的那些人，给那些人去打杂跑腿，你说他能愿意吗？一转身呀就拂袖而去。这一个才子最后呢真的是没有体面，士可杀不可辱，并且立下了誓言，从此呀不入仕。参加科考是读书人唯一出人头地的机会，现在念想彻底断了，这简直是灭顶之灾。之前阿谀奉承的那些人呢也是后来呀踩他最厉害的那波人，也是真的往死里整。从那以后那些人开始整他，大把大把的给他花钱的人无非当时呀是后悔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一直在压制他，结果现在开奖了毛都没中，这属于投资的重大失误呀，恨死他了都。连之前对他唯唯诺诺的二婚老婆这会儿呢都要逼着他离婚，人呀就是这么现实。唐伯虎突然明白了，抓不住的沙不如一把扬了他，他开始彻夜买醉，成了青楼的常客。当初有多风光，今天呀就有多么落寞。本以为自己这辈子呀就像烂泥一样没啥希望了，没想到45岁那年呢，财大气粗的宁王看上了他，邀请他呀来做幕僚。这如果在之前，唐伯虎呀绝对不会同意的，但是现在呢今非昔比呀，能有个地方安生落脚，而且说不定宁王啊助他一臂之力，重新被朝廷重用都是有可能的。再说了，不愁吃不愁喝的，你还想要那么多干嘛呢？他二话不说就去了宁王府。在宁王府呀好吃好喝的过日子，那是相当的惬意。可是没过多久，唐伯虎突然发现不对劲儿呀，这是宁王他怎么偷偷的在招兵买马呀？难道要造反？我这是上了贼船了，我如果现在不逃出去，我就得一块儿跟他吃瓜唠了。但是宁王府戒备森严，你进得来容易，出去那可就难了。所以说当时呢，压垮骆驼的永远不是身上的重担，而是最后一颗稻草。我这啥命啊，唐伯虎呀找到没有人的地方放声大哭，左思右想，事已至此，我还要什么脸呀。于是呢这大才子天天的脱光了衣服在院子里裸奔，这还不够，见着地上的屎呀就往嘴里送。当时所有人都知道唐伯虎状元没中上，心里憋屈疯了，他就是一个疯子，谁还稀罕你呀。被宁王呀给赶了出来，果不其然没多久这宁王呢就起兵造了反，结果被镇压了。唐伯虎这算躲过了一劫，他开始收敛心性，再也不想跟官场有任何的交集。他的心从来呀没有过如此的平静，他变得深入简出。为了生活，唐伯虎开始沿街叫卖他的画，当时虽然不怎么值钱，而且呢很多人也看不起，但是呀他自己却乐在其中。这段日子虽说他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从来没有过如此的欢喜。他潜心研究书画，水平是突飞猛进，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老天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一定会给你开启一扇窗的。他的书画成为了香饽饽，而且呢还遇到了他的红颜知己青楼的一个沈九娘。这世间本就薄凉，还好有你。他欣赏他的才华，却从不嫌弃他的卑微。有些人呀看似不正经，其实呢最深情。两个人看惯了逢场作戏的人，以最真挚的心彼此坦诚相见。唐才子放荡不羁的外表呀更是藏着一颗赤子之心，他更加卖力的画画卖画，只为给他心爱的女人一座桃花庵。桃花屋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之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呐，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呐。不见武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庵给了唐伯虎人生最美的一段时光，虽然命运就好像
见不得他好一样，没有几年九娘病逝，痛失挚爱唐伯虎至此看透了人生，再也没有娶妻。他离群所居，一心专注在他的书画研究之上，一切有办法，如梦幻泡影，将人间的苦涩尝遍。唐伯虎晚年皈依了佛门，54岁唐伯虎写下了临终的诗，成为他的绝笔。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结束了他落寞悲惨的一生。关注木子，每天为大家介绍更多的历史故事。您知道中国第一懒人是谁吗？他懒到呀，我们都不敢想象。这个懒人懒到什么程度呢？他不上班，不干活，不做饭，还不洗衣服，吃了睡，睡了吃，就连大小便呀都懒得上厕所。就这么个懒人活到了23岁，因为懒惰活生生呀把自己给饿死了。说到这儿呀，您可能不相信，说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还有这么个人吗？我告诉你，还真有。他呢叫杨锁，1986年出生在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朱塘乡。就因为懒呀，他在家乡那是特别的有名，当地人要说另外一个人懒，就会说你怎么懒得像杨锁一样呀。据当地的村民讲呢，说这个杨锁呀是个独生子，老两口那是爱子如命啊，特别的娇生惯养。从出生以后呢，每天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说都长到八岁了，出个门呀，父母呢还得背着他，什么事呀都不让他做。慢慢的呢，就是习以为常了。到了上学的年龄了，不让上学，为什么呀？因为呀，懒得写字呀，不读书，而且呢也不干活，每天就是往家里这么一躺。那么一日三餐呢，等着父母给他做好了，然后呀再喂到他的嘴里面。遇到了农忙的时候不喂他，他都不吃饭。但是好景不长，13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了，家里的重担呢都压在了老母亲的身上。就这样还舍不得让他干活，母亲每天呀不但呢要干很多的活，还要细心的照顾这个孩子。五年之后因为母亲操劳过度也去世了，后来父母双双离世。这个时候杨锁呀已经18岁了，可是呢他什么都不会做，那怎么来养活自己呢？杨锁有个堂哥看他可怜，就找人帮忙呀，在当地呢在县城里边找了个酒店让他去当服务员。没想到的是呀，到酒店他什么活也不干，把工装换了之后就偷偷摸摸的跑到客房里边睡大觉去了。工作不到一个星期呀就被辞退了。回到家里的杨锁呢还是不干活，没有钱，肚子饿了怎么办呢？也不做饭，就往家里这么一躺。总有一些好心的村里人呀看着他可怜，给他送粮食，送饭，送菜，送猪肉，什么都送，只是呢把他放在他们的家门口。可是这个杨锁呀放臭了他都懒得往屋里去拿，反正就是不做饭，也不往嘴里边送东西，就是懒得吃呀。这村民说呀，自从杨锁的母亲去世以后呢，他的衣服基本上就没有洗过，实在是脏了就扔了，换一件，最后没得换了呀就一直穿着。说走出去之后老远老远呀就闻见杨锁的身上是臭烘烘的味儿。杨锁花光了父母留下的所有积蓄，就开始呢变卖家里的东西呀。天冷了，为了省事呢把家具呀都拆了烧火取暖，结果连床也给烧了。此时他的家里啊可谓是家徒四壁，就连上厕所都懒得上。然后呢在屋子里面地上挖了个坑就地解决。2009年12月份罗山县呀下了一场大雪，杨锁的堂哥呢好几天也没看他了，担心这孩子呀是不是又没吃饭呀，可别出什么意外呀，拿了个被子端了一碗热腾腾的饭去看他。结果呢一推门，哎呀，杨锁呀早就没气了，说这身体呀都僵硬了。谁也没想到一个有手有脚的青年人，一个小伙子，竟然呢把自己饿死在家里面了。那么这一年呢，当年杨锁是23岁，杨锁死了以后呀，这村里的人呢都议论纷纷，说这孩子也怪可怜的，就是呀被父母呢给娇惯的。
你说都长这么大了，他什么事儿他也不会做，他也不是不做，他是懒得做。好人说，说真没见过这样的孩子，宁可饿死呢，冻死也不干活。杨锁的故事啊，虽然说很极端，但是呢，它非常的有代表性。这个真实的故事背后呀，是在告诫天下的父母，一定要让孩子在该学习的年龄呢去学习，不要一味的放纵，娇生惯养，聪明出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关注木子，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历史故事。我国最能打的五个省份都有谁？美国军事专家曾说过，如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和中国开战，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被我国这五个省份的军队呀打怕了。那么换句话说，中国只要有这五个省份在，就不会惧怕任何的国家。那么我国这五个省份最能打的都有谁呢？第一位是川军，川军呀摆在首位是绝对毋庸置疑的。纵观中国整个近代史，川军对国家所做的贡献可以用极度壮烈来形容。据统计，当年有350万川军将士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日的战争的第一线，奋勇抗战，浴血沙场，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最后只有13万人回到了家乡。要知道，抗日战争日寇并没有侵犯四川，可是四川却成为全国出兵人数最多的省份。他们本身可以置身事外的，可是却甘愿离开自己的家乡，不远万里奔赴全国各个城市，在杀敌报国的路上没有丝毫的犹豫。台儿庄战役，川军与两个师的兵力死守藤县，虽说川军人数上多于日军，但在当时装备的武器上跟日军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当时川军呀还拿出了很久已经被淘汰了很久的冷兵器大刀，在战场上和敌人近身肉搏，殊死搏斗。所以在藤县的战场上常常会出现川儿军川儿郎拿着大刀去跟鬼子呀机关枪拼命的心酸场面。但川军眼睛里没有丝毫的畏惧，硬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了日军一次一次的进攻。在这场战斗中，有的是战士受伤了，又从血泊中爬了起来，用大刀去砍向敌人，有的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战士们以惨烈的代价，愣是没有让日军前进一步。川军的硬不仅仅体现在藤县保卫战这一场战役上，同样在淞沪会战中，川军的两个师遭遇了日军的一个师团的主力部队，双方激战了7天7夜，川军光是团营长就牺牲了20多名，士兵的伤亡更是达到了7000多名。如此不要命的打法让日军非常的忌惮。有个高层的军官在回忆这场战役的时候说道，他们是一群魔鬼组织的军队，可见川军给日本人带来了阴影有多大。我国第二个最能打的省份呀是广西省，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抗日战争当时在广西成为了日军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可当时日军来到的此处之后呢，他才明白什么叫做虎狼之师。广西的部队名为桂军，有着两广雄兵之称。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这个省份也成为了日军最痛恨的存在。都说天下狼兵出自桂，这样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桂军在抗日战争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抗战理论，焦土抗战论。这个理论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也不屈服于侵略者抗争到底的决心。事实上桂军也是这么做的。淞沪会战中呀，60000广西狼兵奔赴前线，他们拿着清末时期生产的拉栓式步枪与30万日军展开了厮杀。会战打了14天，60000广西狼兵只剩下不到一个连的残兵，成功掩护了45万友军军队安全撤离。但这还不是他们最出名的战役，
广西狼兵最著名的战役是桂林保卫战，1.2万狼兵加7000多民兵对抗日军15万精锐。这一战他们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名，他们用血战让日军感到了害怕，以至于在后来对日军的作战当中，日本高层往往会千方百计地绕过桂军，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桂军身上有一个狠字儿。我国第三个最能打的省份就是湖南的湘军了。湖南省份作为毛爷爷的故乡，他不负众望，被世人称为不怕死的湘军。整个抗日战争的时期，湖南省的派出了是兵力共计200多万，要知道当时湖南总人口的人数也不过只有3000多万而已，平均下来每15个湖南人就有一个上过战场。仅仅省会长沙就发生4次大型会战，衡阳保卫战时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1.7万的湘军消灭了7万余名的日军，坚守47天，最后只剩下1000余名战士生还。可以说正是湘军和日寇的正面战场上的殊死搏斗，才让整个抗日战争最终拖到了相持阶段，为之后的战争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样在抗美援朝爆发后，湘军入朝的顺序也是排在了前几位。统计当时志愿军战士中有2/3的将领都来自于湖南，可见湖南对我国的贡献有多大。新中国成立后更有一句话流传于世，没有湖南人的军队不叫军队，想要打赢中国必须先战胜湖南人。中国第四个最能打的省份就是山东省，如果要问我国哪个省平均身高最高，那一定是山东人。山东人好比是我国国内的战斗民族，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抗战时期，山东人民凭借着先天身体素质的优势，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可以和日军进行近身搏斗的军队。不过因为山东人呀并不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进行了一些游击战和敌人周旋，山东省成为了抗日中的游击大省。8年的抗战中，山东省爆发了大大小小战斗26000余次，消灭了50余万日军。不仅军人如此，山东百姓还把自己的粮食都送给了战士，给战士做衣服，自己呀省吃俭用，挖野菜，甚至呢吃树皮。在解放战争的时期，山东的百姓则担任起了运输物资和护送伤员的作用。可以说在整个解放战争当中，正因为有了山东人，全国战场才没有后顾之忧。中国第五个最能打的省份，那么就是河南了。河南地处中原，战略地理位置呀非常重要。自古以来呢，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得河南者得中原的说法。从1937年到1942年抗战时期，河南一直都是中国军队兵员征调的重要地区之一，其贡献的总兵力达到了189万。要知道在抗战初期，愚蠢的老蒋炸了花园口，导致河南很多地区都黄河泛滥。在1942年左右，河南呀还发生过蝗灾和旱灾，种种天灾人祸让河南在短时间内死亡近400万人。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河南还能为抗战输出189万的军队的巨额兵力，不得不说河南人呀都是好样的。不仅如此，河南还在8年的抗战中先后抗击和牵制20余万日伪军，对日伪军作战100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籍，争取伪军反正10万余人，攻克县城40余座，收复国土10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000余万，建立了90余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18个行政专署。河南军队在抗战中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一首壮丽史诗，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光辉的革命史。
同时留下了一部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中华民族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然，除了我们以上提到的一些省份，其他各个省市也是非常优秀的。因为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才有了今天辉煌富强的中国。不管他们出自哪个省份，我们只需要铭记一点，他们都是中国人，都是优秀的中国军人。